我的名字叫张丽华，我现在83岁了，我感觉我还像20岁。我的名字是易阳飞，我今年94岁，觉得都100岁，都很老了。我是你的奶奶，我是你的外婆，我的女儿就是你的妈妈，嫁给奶奶的儿子就是你的爸爸，所以我们就变成亲家。但是我跟奶奶相处得很好，我们来讲的话就像姐妹一样的好姐妹。还有啊，我跟奶奶睡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顾啊，你睡你的啊，可是奶奶睡觉很会放屁，放的还是响屁，不响，没有声音的话一定臭死人了。你都放的好长哦，好好玩。